一个歌手啊，尤其是女孩子，看好这天生歌姬。你的眼最后解掉了吗？这些年过得还算幸福吗？我站在这个地方啊，真的很感动。因为对面是我的国中母校，以前每次放学回来的时候，就是放学的时候，我都会对着那个文化中心说，有一天我一定要在这边唱歌。哇哦，所以今天实现了，谢谢你们给我这个机会。什么样的人具有什么样的特质，是会被称作天生？哎呦，天生就是他与生俱来跟别人不一样的天赋。为什么要讲天生呢？哎，怎么说？一个歌手啊。尤其是女孩子，看好这天生歌姬。哎呦哇，那就是声音哦，声质拢足好诶。是，搁有法度开演唱会下下叫，变变叫更更好。所以今仔日啊，符合我们的精神，年轻有朝气 ，power 拿出来，一起来欢迎阿令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凤哥好，顺哥好。叫人把好的都记得，当初为什么没好好再见呢？那年我失去最好朋友和我最爱的人，你们相爱，我和悲伤共存。有没有那种户外开演唱会下雨的 feel？ 有，而且我站在这个地方啊，真的很感动，因为对面是我的国中母校。以前每次放学回来的时候，就是放学的时候，我都会对着那个文化中心说，有一天我一定要在这边唱歌。哇哦，所以今天实现了，谢谢你们给我这个机会。哇哦，咱听阿令的唱歌。就好像呢，徜徉在那种大自然原野里面，哇！而且高亢穿透的声音，好像这个山谷到那个山谷。如果你是山谷里面的女神，那我不过是树上的一只树懒。哦，树懒还抬举你自己的，那你呢？我是那个无尾熊，也可以，也可以，只要依偎在你身边，当什么都可以。哎，真的呢，歌太好听了，来，咱再听。在的，我敲解出来哈。好，来欢迎林中心。哎，林中心的嘿。陪你奋斗，用我强悍的温柔。为你起身，用我呵护的怒吼。天地摇晃，流星坠落，不回头。忘情的在狂风里拥抱，相爱的最勇敢的微笑，幸福的坎坷。忘情的在狂风里拥抱，放肆的为了我们骄傲，浪漫的固执的一刻。忘情的在狂风里拥抱，相爱的最勇敢的微笑，幸福的坎坷。
这首歌使人听了，俩公雨伞弹掉。幸福了，然后呢？幸福了，然后呢？是什么啊？新歌。你的啊？对，我的新歌。啊，幸福了，然后呢？大家自己猜吧。好，掌声鼓励。谢谢。